东北沦陷，陷入长夜。我是黑家领二当家，我是要把我的队伍领上抗日前线的。和平饭店杀机四伏，我们怀疑有凶犯潜入这家饭店，我要把他们挖出来。在哪儿办案，哪儿就是我的地盘。大家没有意见？假扮夫妻智斗斡旋，戏台都搭上了，把戏唱完喽。想扮演好丈夫已经来不及了，绝对不让你死在我前面。1月25日起，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《和平饭店》智破长夜。